加元祖先已經彈咗出嚟啦，會又贏咗場賽事先啦。保護之後，而家又三百兩半咧向外檔，但係而家九陽市場已經鏟得喐噶啦，開始慢慢追近上嚟啊！入邊內檔紅雲當頭咧，慢慢地走勢轉弱噶啦。好啦，加元祖先大勝對手，輕鬆鬆再贏多場。第二名九陽市場，第三名咧先係嗰只保護之友啊！